妈妈，早上吃什么啊？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烧。我要吃个玉米。那小区一包去。那我要吃炒粉，加个荷包蛋。就你四度还要加荷包蛋？四度。那我就不加了，省得你麻烦吧。你问一下夏鹏吃什么。好，那我去问一下。要不你早上吃什么？我吃面条就行了。要不要加两个荷包蛋？可以啊。加两个荷包蛋。好的。那肖哥说要吃面条，加一个蛋，我也要给蛋。是你说的吧？哪里是我说的？是肖哥自己说的，你别冤枉好吧？就是你想吃，以为我不知道。嘿嘿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信。哎呦，你们别说了，你们一起做好了吗？好，好，我也来帮忙。我才不需要来帮忙。妈妈，小雀的奶瓶呢？哦，什么？给你帮一下的。要么你给我洗点出来。你哪里有吗？我。哦，好的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这是葱吗？哎，我看错了。人都要笑死。你，我看一个包包包起来，我就拿出来。这是辣椒哎，葱没看到哎。没有没有，就加点辣椒，是吧？加点青椒下去，这麻烦的，你看。没有就算了，我先煎煎两个蛋。哦，哎呦，好饿喽！哎呀，太宠了啊！小菊也吃早餐了啊，他就这样子吃的。那我们就自己吃早饭。大白咱们动都不动了，哭都不动。小雀每天是在哭的时候，就是要么要喝了，要么要睡了，就这两个事。其他时候他都不会哭，真的挺好的。每次喝奶啊，他都要抓着我的手的。不是你都抓了是吧？嗯，再见。妈，早餐做好了吗？有点饿了。早餐好了，叫夏鹏吃饭，吃早餐了。哇，好的。看一下，两个蛋，哇，今天就是大餐啊，早上有两个蛋了。你要吃吗？想吃。那你吃一个，来，拿碗来。我吃玉米了。你一个玉米够的？也可以吃蛋的呀。好的，我也想吃面条了。这里有一大锅呢，快点来吃。我先尝一口，看看味道咋样，你们快点啊。好好吃啊，味道好是好，但是跟我比起来差那么一点点。你嫌弃我烧不好吃，要么明天你烧呢。我烧就我烧，我又不是不会的，期待我下次的味道。好呀，老爸，你明天做炒粉给我吃。完全没事 ，OK。什么时候你也做一顿嘛？好呀，我给你做炒饭。你就会做炒饭。一样会就可以了。要不你觉得咋样？这味道？这面条太好吃了，外面根本没这个味道。好吃就好，我就怕你们吃不下。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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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吧